今天是2020年9月28号，现在是下午5点20，这里是台南市的渔光岛。渔光岛又叫三坤森。今天是礼拜一，下午5点还不到5点半，算是上班日。他今天还跟我讲说，但是怎么感觉很多人？原来台南市现在的游客还不少。刚刚我是从对面那这座前面那座小破区那边骑过来的。渔光岛跟台南市区就是一座桥，渔光大桥连接。这边是沙滩的入口，往前走就是海滩，前面就是沙滩，已经聚满了很多人。哎，今天是有烟火吗？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？上面有人在放风筝。少人哦，这时候要看夕阳还太早，太阳还高挂在天上面，还高挂在上面，要等它落下来，大概还要20分钟吧。来这边走一走，让自己放空，其实也不错，放空自己。从这个角度看出去，太阳上面的云很漂亮。哇，这个辣妹，刺青还穿这样。辣妹为什么都喜欢刺青？这里聚集了不少人，可能都是要看夕阳的吧。要等太阳落下去，快要沉入海平面，那个时候比较漂亮。
有人在玩空拍机，还带小狗出来，带狗狗出来。今天礼拜一就这么多人，那如果礼拜六跟礼拜天人应该是更多。这群妹妹穿那种是什么制服啊？是毕业的制服吗？上面有风筝，下面的贝壳都冲上来了。我靠得这么近，如果一个大浪打过来，我不知道能不能逃得掉。来这里什么都不要想，让自己放空，释放压力，其实也不错啊。看小孩子还有年轻的人哦，玩都玩得很高兴。年轻真好。这样看过去是剪影，快要有夕阳的感觉了。我还是离海浪远一点比较安全。